进来。近来，东方闪电又称全人神教会呢，这一端呢频频出现在媒体上，而且近来他们也很大胆盗用各宗派的名称。李院长，你最近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书啊，跟异端有关的，要不要告诉我们这个新书的名字，还有什么时候出版了？哦，其实这本书是在2005年出第一版，这个已经是第六版了，增订版有加上东方闪电和全能神。我是在1976年信主的时候就被耶和华见证人找上门来，也开始对这个异端就开始留意。那当然后来进入神学院，80年进入神学院的时候就特别开始关注和研究了。第二位的讲员梁志光传道。我制作的纪录片叫做东方闪电异端中的异端，是个纪录片，帮助教会怎样防范异端的。而且在这个 DVD 呢，那个小字主题呢也有说制作人亲身访问异端卧底的思路，等一下我才告诉你谁是卧底，谁是无间道。一座羊皮的狼，那这里讲得好，这个狼虽然它伪装成为羊，但是它还是狼。这里特别提醒，就是指这个东方闪电，如果我们注意看，他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名字来迷惑人。他们反对三一论，那他们反对三位一体，他认为圣父变成圣子，然后圣子又变成圣灵，而且他们主张呢，神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名称。错谬就是有关耶稣基督再临的这个谬论。他们之所以自称为东方闪电，主要是根据马太福音第24章27节，乱用或者滥用同一章的27节，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他说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马太福音16章，耶稣基督亲自说到他将来他要跟众使者降临。
那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到十八节，也是我们常常用来安慰的，就是有提到耶稣基督将来降临的时候是从天上降临。第三方面也是非常严重，就是他们竟然反对圣经的权威，因为他们相信这个你基督或者全能神既然降临了，他有这个权柄揭开启示录所预言的那个小书卷，那个书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全部都作废了。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跟十七节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相信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六十八节也特别提到，那些强解圣经乱解圣经的是自己沉沦，他们很自然就分门结党，他们将人分成有五个等级。你想他们认为最高级的，他们都是神，而且是神在创立以前就生的，都有审判而咒诅甚至刑法的权柄，这个肯定是指东方闪电和者全能神的主要领袖。然后第二呢是正众子，就是那些顺服你基督并且愿意为这个你基督奉献一切财物以精力的信徒，所以他们的同工他们的领袖，那在人看来以为他们很有爱心，他们愿意把他们的财物还有他们的精力时间奉献，他们用很多爱心，说很多人不会分辨受他们影响，这是非常可惜的。而第三呢，子民是他们认为是透过神的发声达到标准的这个东方闪电和全能神的信徒。那我相信我们今天大家在听的会众大部分应该是属于第四种，是效力的，就是一般只信耶稣不信你基督的人。那死后呢将会轮回再度做人，不过要为全能神来效力。不过我相信我个人跟梁志光传道，我们肯定是被他们看为是最低等级的。腓立比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弗所书第四章使徒保罗说，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的心。为什么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有一个指望一神，所以我们相信这一个使徒信经里面说，我们信圣灵公的教会，我们信圣徒相通。东方闪电一端还没有很全面的入侵马来西亚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在香港了，因为东方闪电的来源之地来自中国。原来一查就看到马来西亚，州后那边长老会有一个教会 pose 一个照片出来，他通知全马的长老会要小心，这个人在 CCTV 拍到了，他已经来到吉隆坡了。哇，我一听就很紧张了，他们已经来到马来西亚的教会了，他们会潜入在马来西亚的教会大概三年到六年，他们会在里面扮成很爱主的一个会友。然后呢牧师讲到呢，他会很用心的听抄笔记，然后牧师讲到完他说，哇，感谢主，牧师你讲到真好。然后他每个星期都会注意到教会有哪一个新人，不是说哎谁是新人，大家举手我们欢迎你，然后东方闪电就会注意了哪一个是新朋友，然后教会说我们教会有福音车了，载你们新朋友回家好不好，然后这个东方闪电一端就跳进去那个福音车那边，然后再看你住在哪里下车等等，然后下个星期去来探访。我也是在这个教会的，哎，你喜欢包饺子的，你喜欢烤这个年糕的，我们一起做好不好？所以就这样谈天，慢慢慢慢的就影响弟兄姐妹，然后就透扬。有一天我的朋友打电话给我，我在马来西亚，他说，哎 James， 我的母亲信主啦，还在一个正统的教会聚会的。我说，哇，感谢主啊，没有见那么久，原来是信主了。一个月过后他跟我说， James 惨了，我的母亲是宣教部的东方闪电，专门在前线在正统教会抢羊的，
异端分子。然后呢，我回去香港呢，就找我的朋友，再跟他母亲说，我要访问你的母亲。但是他的母亲拒绝，因为他说这个教会，我们的教会很秘密的，在家庭聚会的，所以在神的安排下，我真的顺利能够访问到他。他承认他的有很多手下在马来西亚，而且呢，他们呢有很多内幕的消息都被我全部录起来了，光明正大的录起来。你不要以为只是影响处信徒，其实他也是要影响牧者。他最好看到教会瓦解，就是影响，先影响牧师、传道、长老，然后整个教会都被影响，尤其是在中国。他说某某地方有什么赶鬼啊，或者是要探访啊等等。我想这个是我们星期六的这个一些的精彩的片段。那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就请我们今晚的主持蔡长城传道来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第二场的分享会。我把时间交给蔡传道。好，大家晚上好，我是蔡长城传道，是今晚的主持人。首先请代表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还有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的校友会，欢迎大家来自世界各地，来自马来西亚所有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出席今天晚上也是第二晚的座谈会，如何来抵挡这个异端。那首先我们要感谢上帝特别的恩典，因为在前两天就是星期六晚上的时候，我们办第一晚的时候，那么有超过5300人在线上来聆听和收看。那么当这个讲座会结束之后呢，陆续还有很多人继续上网来看这个影片影带和视频，总共超过27000人，真的是把荣耀归给上帝啊。那今天晚上我们很开心，因为上帝也恩待我们，也给我们除了两位讲员还有两位嘉宾在现场在线上跟我们在一起。我先来介绍他们，首先是现任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的院长李明安博士，招招手哈，招招手。大家好。好，第二位是这个飞格传播的创办人，就是梁志光传道。好，梁传道打个招呼。大家好，你们好。好，第三位我想要介绍我们的嘉宾，就是来自沙劳越的这个詹泰明牧师。大家好。那第四位是来自森美兰州的耶利米传道。大家好。好，今天晚上照样的，我们的讲座会从开始到结束是一个小时，是60分钟的时间。所以我们的程序将会，我们先采访，采访完毕之后就是回答问题哈。所以我请观众们特别注意，今天晚上当你们聆听采访或者讲员或者是嘉宾分享的时候，请你们不要在 YouTube 提问任何问题，记得请不要发问任何的问题，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我们的采访环节结束后，是问题解答的时候，你才开始可以发问，可以吗？谢谢大家的合作。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起同心祷告，把这段的时间交托给我们的上帝，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心存感恩，因为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今天晚上第二晚的座谈会可以顺利的举行。你跟带给我们除了两位讲员还有两位嘉宾都是你的仆人，愿你就恩待我们今天晚上能够跟线上来自世界各地在马来西亚不同角落的姐妹有很好的学习，愿你掌管整个过程，愿你自己得荣耀，帮助我们，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首先我要先采访张牧师哈，张牧师。张牧师，得知你是一位很积极投入也在研究异端的一位牧者哈，你可否跟我们谈谈是什么原因你会对研究异端有这样的负担，有这样的看见？我是在2017年开始加入打击这个异端这个工作。那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教会受到异端，特别是在网络通讯上，他认识我的一些会友，那么他们觉得很困扰，就向我发出神学的疑问。
那么也加上当时的教会对这些当中也有很多的不认识，所以我就花了时间在这方面去做研究，就给了他们正确的教导，帮助他们如何分辨。那么一方面也是帮助我自己去认识我自己的信仰跟神学，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帮助大家去认识那些错误的神学，并且指出这个错误的道理，达到可以教导的这个效果。好的，谢谢你。好，那么从你开始研究这个我们说异端的过程啊，我相信你会面对挑战和困难。我想你在研究的同时，肯定你也会在教会里面去分享你研究的心得，盼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这里有这样的意识，同时警醒要怎么样离开或者远离这种谬论哈。那么请问在这两者之间，你比较常遇到的困难或者挣扎挑战有哪一些？说到困难啊或者是挑战方面呢、因为刚开始并不怎么容易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资源受限的原因啊，那么要从四面八方收集资料，那你要从一些的会友啦或者是一些有接触他们的那分享一些，那慢慢从这边去入手了。那么可能刚开始大家还不觉得说这是一个很重要有必要就要去打击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一方面就这样的开始了。那困难方面呢，有时候也会在想，教会那么多的工作，到底我要花这样的时间去做这样的工作吗？何必要再做这样的事情呢？反而那个时候真的教会里面真的是很多的事情啊。那说到挑战呢，我觉得挑战就是当你做这方面工作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你认识很多，但其实很多的问题是我们不能解答的，是或者还没有资源去解答的。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网络，需要更多的牧者成为一个团队全力出击。是是，好，那谢谢你的分享哈，让我们更了解原来在开始初始的时候或者开始的时候，原来有这么多困难和挑战。可是我们看到你都一直的坚持到现在，是什么原因让你坚持到底，到今天仍然那么积极愿意去研究甚至来去参与抵挡异端呢？我就觉得这正因为我们是在末后的时期，假先知假基督的兴起，我们要帮助他们信徒去做分辨。不然你看哦，他们信了几十年的信仰到这里就落空了，对不对啊？他们一直去教会也很努力参与服事，但是到最后跟永生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们受迷惑了，去跟随不对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牧者应当要做的责任。好的，谢谢你，真是一个好牧人哈，给我们立下很好的榜样。那虽然牧养已经不容易了，还要应对当时的需要哈，谢谢你。那么我们也想来采访就是耶利米传道哈，耶利米传道，很高兴你愿意出席今天晚上线上这个座谈会做我们的嘉宾。那耶利米传道，要不要告诉我们你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异端或者被他接触到你？大概是在三年前的时候有一个其实三年前是被揭发出来，是那其实那个有一位我们不应该称他做弟兄，一位卧底是实实在在来到芙蓉，甚至来到我们的教会基督徒复兴中心。他是在五年前就潜入在我们教会里面。为什么他能够成功潜入？因为他是道地的芙蓉人，他不是中国人，他不是香港人，他是道地的芙蓉人，而且是芙蓉人认识的一些的老朋友。而且他曾经在年轻的时候，30年前年轻的时候，他大概是50多岁就已经有去过教会。那借着这样的一个关系，他就潜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是是，好，当你有机会知道他们或者他在你的教会出现的时候，你已经意识到了，那么过后你们有做出什么的回应吗？
他是非常狡猾的，他是所有牧者眼中的好羊。他会去所有的营会，甚至在晨祷会里面，会跪下举手敬拜。这种的热忱都是一般的，我们都可能会觉得害羞去这样敬拜，但是他非常热忱，那甚至可以成为一个好传，有一个传道人的潜质。从牧者的眼光来看，可是后来我们发现他传了一些的信息，就是一些关于这个东方闪电的这些的基督教为基督教的连接给我们会有，最后传到我的面前，特别提到圣经已经 outdate， 然后他有一些新的不需要读到这么辛苦去查考的属灵书籍，来给弟兄姐妹有一个方便。好的。所以当你知道之后，那你怎么样去回应他们呢？教会怎么样回应？是否有把他们赶出去还是怎么样？一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因为大家在他潜入两年的里面都已经建立了一个蛮美好的关系。但是后来我们也发现他也影响了一些的会友，特别是一个家庭已经是在我们教会30年了。那后来我就知道他是那个卧底，我就等候他下次来到晨祷会的时候来试探他。那晨祷会一完以后，他就在我的右边跪着举手，敬拜完了以后，我就问他，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属灵书籍可以介绍我，可以介绍给教会？他就提出他几本，第一本他提出有这个化在肉身显现，然后后来他说化在肉身显现以后还有几本更加新的著作，来帮助。所以那我就跟他交谈，我还没马上介入他。交谈期间，当时候旁边还有一些大概有5-6位弟兄姐妹，都是很爱主的，会来晨祷的弟兄姐妹。那他就提出一些的观点，很重的这个的替代论、代替论或者取代的这种的神学观。那他大概提出，我这边来讲一下。他先带来一个同理和同感。他说教会也是认为恩典取代了律法，所以现在上帝有一个新的工作，一个国度时期审判的工作，然后代替恩典。然后他再提出教会现在神设立教会取代了以色列，然后神现在做一个新的工作，凡信全能神，他不用耶稣，全能神的信徒就比教会的信徒更好。那最后他还他也引用，那这个是最要不得的，他说教会认为新约取代了旧约，然后现在还有一本更新的书，你看这些话在肉身显现也取代圣经。那这些话一提出来，马上就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是，我就返回去，我就告诉他，圣经不是用取代论，圣经是用成全，教会成全以色列，然后新约是成全旧约，恩典成全律法。那所以他也提出最 update 的永远可以取代这些旧的。那我就质问回他，我说化在肉身显现以后，你们还有几本著作，你们可能还会继续出新的著作，那我等你出到最新啊，不会改变的 version， 神的话不会改变的最新的我才去看。如果你不能够接受比你旧的圣经，那基本上这个化在肉身显现这些更新的他也不可信。那我这样提出来的时候，他就哑口无言了，因为他不能够接受outdate 的。我也告诉他，如果你一直有新的著作，有一天你们写的书也会 outdate。 所以神是否允许有 outdate， 神的话语、神的工作有 outdate 的这个的情况发生呢？这个是我质问他的。是，可见在这些日子里面，他在你们的教会出现也带来很多的困扰啊，影响了很多人。还好你是传道人，有好的装备，知道怎么回应。那请问之后你们怎么处理呢？
之后我们教会领袖也找他谈，我们也尝试去说服他，不但说服他，然后说服不到，我们也说服已经沉沦沦陷的那个在我们教会三十年的家庭。那我们跟他谈七次，大概每一次都最少三个小时，超过三个小时，所以可见到最后还是没办法，那我们就打算开除他。但是毕竟他已经在教会三十年，所以有许多弟兄姐妹是反对的。我们这么无情，为了真理，然后开除一个在我们当中这么久的一个家庭，那因此我们没办法的时候，这个沉沦进东方闪电的家庭家属他的丈夫就把我带到教会的后楼梯当中，很生气，他强迫我要向众人认错，开除他们家庭，开除东方闪电，离开是错误的。那他就把我捏着我的颈项，然后把我甩在这个墙壁三下，很大声。那我已经打算不还手，他甚至希望把我 knock down 了。那因此有这样的一个逼迫，而且不还手的一个逼迫，弟兄姐妹也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所以也愿意把他们这个家庭开除出教会。是是，好了，你身为一个传道员，有机会亲身经历和体验整个过程哈，我想你也看到他对教会的带来的伤害。那么你要不要告诉我们，在过程中你学到什么功课，或者有什么要提醒我们吗？特别是信徒，甚至包括传道人，要怎么样来去提防？有几样事情是我们必须要非常有这样的一个根基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神的话语圣经的话永远都是新的，圣经的话是永存的，天地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滴也会被恩典来成全，不会有任何新的工作来取代。因此我们应该看重，虽然我们现今有很多属灵书籍，但是属灵书籍永远没办法取代圣经，这是第一点。第二，教会信徒保罗曾经说过，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教会里面我们信主以后都是新的，没有人是旧的，没有人是会被取代的，你是新造的人。然后最后就是主耶稣的工作，主耶稣的血虽然两千年前为我们而流，但是是足够而且是新鲜的，到现在主耶稣的血仍然是新鲜，足够拯救我们，没有过时，没有不够。好，谢谢，谢谢耶利米传道给我们的一个亲身的一个说法现身的说法。那么弟兄姐妹如果你在线上收听的时候想问问题，我请你暂时留住哈，直到我们的采访结束你才发问问题，所以请你们专心聆听整个采访的过程，谢谢你们的配合。那从第一次的就是星期六晚上两位讲员所分享的，加上今天两位嘉宾跟我们分享的，我想我们看到异端的出现分明好像是很明显的，是有策略的，他们有如一个网军团在世界各地来攻击基督徒，包括马来西亚的基督徒，而且他们也制作很多的视频，有诗歌，有福音电影，也有很多的见证，也写很多的文章，还有出版很多的书籍，甚至很多话都是关于圣经，我们说一些圣经人物的话放在网络上，只要你去搜找这些图画的时候都出现他们的话等等那么他们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些网站灵修的资料等等，那听起来好像整个过程是四面八方的在围绕着我们基督徒，对吗？又好像他们安装了很多地雷让我们信徒随时会搭上那个危险又好像什么呢，网放我们说那些铺网的人现已经铺上很多的网罗，随时会叫我们跌倒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情景。甚至好像在鱼塘里面，你看到很多人拿着鱼钩放着饵在等着人上钓，那么危险的一个情况。所以因此呢，我想问四位来宾从你们研究异端直到现在还有你们的观察，我请你们
尝试分析一下，也可以是你主观的一个看法。如果我请你们用指数啊一到十来告诉我们今天所有线上的弟兄姐妹啊，你认为异端的出现还有他们的攻击、他们的打击，目前已经带给教会到了什么程度啊？那种的张力，十就是很严重了，一才是一点点啊。我请你们四位嘉宾用你们两双手来告诉我们你给的指数好不好啊？请你们现在就尝试给你们的指数。来，有些七，那个我看不到，这个是多少？这个是九，有些九，有些八，院长呢？六，好，六，好。那么，九的就是这个张牧师，要不要告诉我们为什么你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哈，或者你觉得已经这么紧迫性哈，已经是到九的这个阶段了，请你解释一下好不好？我本来要写百分之百的，哇，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哪一个人的网络通讯的里面，不管你用什么。Live 的这个你用 Facebook 也好，用 WeChat 也好，用 WhatsApp， 用 Skype， 用任何的通讯 Pinterest 或者任何的通讯，每一个人几乎都有这一些人来加入，所以我说百分之百并不过分的。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而且一个人的网络里面可能还出现十多二十个的人来加你们，所以如果万一你不小心一下就是随便有一个人跟你交谈，有一个人带你去信，那就是被他们带走了。所以其实我说的 90% 算是非常少了，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的网络里面都有的，像我刚刚所说的呀，所以他是完全打击我们每一个会友。是的，好，谢谢你让我们看到那个严重性。有没有其他嘉宾也要补充？我这边有一个补充，因为在揭发这个异端这个卧底的时候，之前其实神学院有开一个这个异端邪说的课，我没有去上，因为我认为只有一跟二知道这个伤害造成，所以我在这里鼓励大家要参加这个课程，并且如果有遇到任何的卧底，你们已经把他开除出教会，可以通知牧者把他的照片在本地的当中，在牧者群当中来做一个提防，因为他们可能也会也是你牧者，也是你当地的人所认识的，他们很容易引起你的信任感，所以需要积极的来去做提防，从一个教会他会去到别的教会，所以必须要一起共同的努力。好的，好，谢谢。Yeah, 我也想做一些的回应好吗？好的，呀，我是二十多年前在东方闪电和全能神的发源地，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他们的发源地是在中国大陆。那开始听到的时候，真的感觉到真的是不可思议，好像是天方夜谭。不过那个时候听到的比较多都是在农村发生，那我必须要坦白的说，而且也需要有一点像我的忏悔录，那个时候我认为这样的东方闪电全能神的谬呢，只能够在乡村影响，或者怎么样闪来闪去只能够在中国闪，是闪不出外国的。不过现在我必须要承认我低估了他们所以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特别自从中国大陆把它打为邪教的时候，他们就闪到全世界去了，而且我们听到很痛心的，今天我也接到几个消息，我们的朋友或者有一些牧者也受他们影响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谨慎。好，谢谢。我也有回应。好的，好的。其实我有两个答案，一个答案呢是四号，是，因为四呢就是真实的人是否影响马来西亚的教会，因为他们呢不是很全面的，
当然一直在发展啊，所以我会打四分。然后在网络方面呢，我觉得是七分，因为他们都充斥在整个新媒体那边了。啊，前天我有说到，啊，每一天有300万人在 search 耶稣，他们找耶稣啊，耶稣是谁？耶稣可以救我吗？但是都被全能神东方闪电 hijack 了，洗脑了。所以我们已经在这方面缺席了，我们很慢，但是没关系，我鼓励大家，我们能在这方面领取，再次领取那个失去的。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参与制作，把更多好的产品放在网站上面。好的，好，谢谢嘉宾们的回应啊。那么我想我们也要感谢上帝啊，因为就在马来西亚本国本土兴起对神学的特别是在神学上对异端有研究的，至少我们的院长李明安博士也做书啊，能够 公开的教导是授课，让我们可以有很好的基础。那这是本国的啊，那个上帝兴起啊。然后呢，神也在西马也让兴起这个梁志光传道，让他在多年前就开始对这方面有研究，而且他在第一次晚上告诉我们有关他的制作等等啊，我们非常感恩。那么还有呢，在东马神也兴起这个张牧师啊，也在那里跟他的团队在那里有做好一些的研究，可以帮助信徒们要怎么样做出这个远离异端，还有要怎么样知道他们的谬论在哪里。那我想问问所有的这个嘉宾们啊，如果说按照刚才你们所讲，他们真的是四面八方都想要不断的迷惑信徒，而且他们在网上好像有很多的优势，比我们早在前面，我们如果没有 MCO 大概也不会很多上网来使用这个网站啊，只因为 MCO 才发现逼不得已我们用网上，后来才发现有这么多问题啊，他们会进来攻击我们。那现在我们知道哎，我们必须要做出回应啊。那按照你们神都给你们不同的恩赐，也给你们不同的这个角色来扮演，那我想请问有没有可能在前面的日子啊，马来西亚的教会你们能够有一些共同啊，不是个别的，是大家在一起分享资源，或者能够做些什么，我想听听你们回应一下啊。Yeah, 我想做些回应。好的，我记得昨天前天呢、啊、前天我有特别从以弗所书第4:14使用使徒保罗特别提醒我们不要做着小孩子啊，容易中了人的诡计，被这种异教或者异端之风飘来飘去。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13说我们必须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一般上开讲座的时候我特别会强调说我们必须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而不是同归于尽。意思是说我们一定要同心合意。特别高兴跟詹牧师联系的时候我都有一个共同点，那我们一定要同心合意，我们不能够分宗派，我们也盼望不需要分机构神学院，或者甚至不要分国界，我们全世界的哈，我们遵行真理的，我们一定要在真道上同归一。所以盼望透过这一次这样的一个分享会促进我们朝向这个目标啊，谢谢。好，非常棒，院长能够带出这样的一个呼吁。不懂其他的嘉宾们你们有什么回应吗？有没有一些可以具体你们可以一起做的东西，让我们可以知道，以致我们看到那个盼望，也知道可以怎么样给你们支持这个资源。我觉得最基本呢就要大量的使用东马卫理公会联谊会做的 database， 因为呢多人用，然后就给更多资料，然后让这个 database 更加有加强那个资料库能够跟他 update。因为如果我们查最新的资料，我们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假，所以呢我们会查询他们，查询了过后他们就会 update，
这个时候就是各宗派在不同的来自四面八方就一同要使用这个资源，分享资源的时候，反击的时候。而且教会也要除了门徒训练，也要加入这个基本对异端的认识包括主日讲道、主日学还有讲座等。有人说我不需要教这些，我们看圣经就可以了好像有人说有真假的钞票，不需要教人家看假的钞票，看人家真的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是五十五十了，不一定是对的有时假的也是很真的。你有没有看周润发的电影那个无双郭富城的假的钞票可以很真的。所以我鼓励教会基督徒要去辨认各种的异端的错谬，当然不要深入的去研究，知道基本的就可以了，然后再让我们更加认识圣经的真理。因为圣经的真理是越辩越明的，越明确的，更加合情合理的。好，谢谢梁传道。不懂张牧师有什么要回啊？还有耶利饼啊，传道来主要对于这个卧底，当他们听我们讲到的时候，有一个课题是他们非常喜欢的，就是当我在台上提到末世论我们现在在这个瘟疫的情况里面，我们也会关注到末世他是非常称赞的，他是拍手叫好的，所以也给好像给到牧者一些鼓励。所以我但是在深入去看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是公开的，而这个东方闪电的这些的假基督是隐藏式的，隐藏式的再来。所以我觉得我们不需要逃避关于末世论的讨论好像很遥远，好像很形而上学我觉得教会或者众牧者在当地的众牧者群这个时候可以一起，不单在事工上，很多时候我们在一起都是讨论事工如何推展。这个时候好像院长刚才提过，我们也需要在真道中同归于义。我觉得在牧者的这个团契里面也可以讨论关于末世论，并且是合乎圣经的末世论，要在这个时候带出让弟兄姐妹我们都在真道上同归于义。好，谢谢张牧师，有什么回应吗？我们刚刚有放出的那个 lightradio.org 的那个，不过是我们三年前开始找到然后一直有更新的一个资料 database， 那里面可能还有很多我们还没抓出来的，我们需要一个团队。比如说我们现在才找到200多个网页是有问题的500多个这个 Facebook account 是这个有问题的大概20个左右的应用程序是有问题的，但是可能在这之外还有千万百万的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需要同工们一起合作，那把一些的这个资源或者是资料给我们。那你可以进到Facebook 当中把您有的资料那跟我们核对，或者有人加了你，你也可以把它 send 给我们，我们会把它做一个分析，那么之后再放进新的 database 里面。所以盼望弟兄姐妹牧者同工都一起来做这件的事情，我们要把那个网络弄得更广，那么我们才会做得比较全面，单单看一个宗派或者几个人的力量是不能完成的就好像刚刚这个梁志光传道有说的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帮助他们分辨什么是真假钞。那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像院长所提的，就是我们已经很认识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要去受装备。那现在我们基本上不用帮助别人怎么分辨真假钞，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喜欢钞票，对吗？那除非我们喜欢上上帝的话，我们有追求的心，我们就会对真假有一个分辨。你喜欢钞票，你知道给你假钞，你一定知道的，因为你摸过太多真钞了。但今天你对圣经的道理到底有没有这么的熟悉，这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应该要抓的一个正确的地方。
好，谢谢。好，谢谢嘉宾们的一些的呼吁啊，盼望更多弟兄姐妹能够采用刚才说由沙劳越那些卫理公会的这个资讯传播部这个网站啊，那么当然也有这个飞客传播它的资料，他们的资讯库我们也可以去使用。那除了呼吁教会能够在这方面参与，有没有一些事你们可以共同一起做的，能够实际在前面或者帮助我们六个月或一年之后能够给教会知道我们可以怎么使用一些资源来帮助我们教会能够更有效来去抵挡异端，有没有嘉宾要回应？我先讲了。好了。其实呢，我因为我是推动媒体宣教了，是这几年呢，在美国、加拿大、以色列，还有不同的很多基督教电影节，东方闪电都拿了无数的最佳纪录片奖。哦，我是马来西亚媒体制作人，我也没有丢脸，我曾经在以色列拿过一个大奖，但是我的影响力不够，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做媒体的，一起出来，我们创作更多的属于我们教会的，我们马来西亚的制作，去参赛，让我们的信仰让更多人知道。为什么电影节他们能够拿到呢？连美国人还有加拿大人他们也被迷惑，他们觉得哎，这个没问题啊，这个是你们华人教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可惜另外我也鼓励每一位牧者，网络需要你的真道，你纯正的道，你的道是有恩膏的，所以我们好像失去很多地盘了，网络的地盘我们可以得回来你不会做制作，不会拍，我叫你拍，叫你剪接，我们飞客传播 很多这方面的课程你可以学，然后你讲到就自己放上网了，这个能够影响的，因为这个真实的福音，纯正的福音要海量的把它分享出去，你可以为这基督的缘故成为网红牧师。好，谢谢，谢谢哈。还有吗？还有没有其他人要回应？我也回应一下哈，这个课题。好的。梁传道说的非常的好啊。那如果可以联系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媒体，比如说台湾的 Good TV 啦，或者是一些艺人团体，我相信这个是有非常有影响力的。那当然我们基督徒本身我们也应该要发挥我们的影响力，一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之后，那我们也去影响我们的朋友，就是让他们也可以成为一个网络的这个福音的宣传者。我们每天都在 WeChat 啦，都在 Facebook 里面，那我们应该的有了自己每天灵修啦读经，或者我今天灵修的心得也可以分享，这个网络是很重要的、yeah. 好的，谢谢。那我想比较具体的在前面我想能够提供给教会的，就是李院长将准备提供有四堂的装备，那请李院长多谈一谈哈。好，那非常感谢主，也很幸运，因为今天听说报名的人数应该已经达到或者超过800位了啊，而且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我想我们不但是无墙的教会，也是无墙的课室啊。那而且这四堂的课程，那第一堂我们很重要，要谈到知己，要再一次肯定知道圣经纯正的信仰。我们除了会看怎么样分辨，我们会从使徒信经里面来对自己的信仰更了解。那第二堂就要肢体了，我们要认识这些异端的特性，同时我们要来看一般的异端。第三堂我后面会比较深入的来解剖这个东方闪电。那我已经很感恩请到我们神学院的新业博士林瑞凤博士，他会来帮助我们怎么样正确的解释这个马太福音24章27节。因为两天前我是说东方闪电全能谬解错解，现在我要知道
那圣经里面比较正确的解释是什么，包括启示录第五章。然后我也请到江仁佑老师，他是这个就业博士生，好，盼望要读这个就业博，他也会跟我们谈那东方闪电，我们说他们错用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也错用耶利米书，他也会帮助我们怎么样正解啊。然后最后堂我盼望大家要留意的第四堂呢，也会谈到韩国这个上帝的教会。那当我们目前把焦点放在这个东闪电前人神在网络影响，不过他主要的对象影响很多上网比较多是姐妹们，不过这个上帝的教会母亲上帝影响很多年轻人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来防备，然后最后我们带来一些的反思，来提出一些的挑战，所以我很期待哈，很期待跟大家一起学习，盼望大家更踊跃的报名。感谢好，谢谢。那我想非常高兴今天晚上能够得到四位嘉宾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访谈。那么经过他们的分享，我想我们基督徒们都应该更加为我们四位嘉宾祷告，求上帝恩待他们，引导他们，把他们的学习可以怎么样更多的一起的同工，或者是一起组成一个团队哈，甚至加上可能还有海外的一些团队怎么配合，成为有更好的一个团队，然后回来服侍众教会。所以我们有责任为他们祷告，以致让他们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在这方面能够有更好的来服侍众教会。好，这个时候我们准备要进入问题解答的一个环节了。弟兄姐妹或者是线上的朋友们，如果你有一些问题想要发问的，你这个时候可以在 YouTube 里面开始发问你的问题。我们的时间因为也是很有限啊，所以我们先回答，那星期六晚上有很多问题留下来还没有解答的，我们先解答，然后如果有时间我们再解答你们今天问的问题。你们今天问的问题如果真的不够时间解答呢，我相信李院长在教课的时候也会帮助你解答哈。好，我们就要开始解答这个问题的环节了。首先我想请特别是梁志光传道来回应一下，请你多讲有关东方闪电的背景啊，包括这位你基督是指谁，这是上次有人发问的问题。OK， 就是这个女基督呢，就是在中国，然后她是湖南省的人，她姓刘的，是一个女人，是人来的，不是神来的。然后呢，她有一次她考试失败了，然后呢，她就精神失常，然后呢，她就去到一个教会，叫做呼喊派。也是早期的中国的一个异端，然后呢，呼喊派的教主叫做赵伟山，然后呢，他就跟这个所谓这个刘姓的姐妹接触了，然后这个姐妹就跟他说，他时常有异梦，然后有很多有感动等等，然后那个这个教主赵伟山呢就觉得，哎，不如把他捧为一个他们的女基督。所以呢，这个女基督其实呢是一个傀儡来的，真正后面是教主赵伟山，然后这个整个组织里面犯很多罪了，在刑事方面，在中国方面就现在逃亡了，听说在纽约，然后这个女基督也好像在纽约，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人来的，把它神格化了。那为什么刚才李院长说有一大批的女的信徒跟着他呢？因为她是女人嘛，当女人在中国很多农村地方都没有地位了，但是忽然之间听说基督回来了，而且是女的，所以很多女人就有那个女性的身份就被提高了，所以第一批广大的观众信徒呢 fans 呢就是女的信徒了，所以就是这样她的背景。好，谢谢谢谢。那么第二个问题我想请这个李院长来回答，
那有人在问，为什么基督徒没有像他们这样这么积极传福音啊，而他们却那么积极传他们的福音啊？请院长来回答。呀，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想这个真的提醒我们，特别在启示录，主耶稣借着使徒约翰写信给七间的教会，最后一间的教会是老底家教会。我们的主责备老底家教会是不忍不热啊，所以你看主说，我情愿你或忍或热。所以这也是如果我们配合彼得所说的啊，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我想有时候上帝真的是透过这一些异端甚至邪说，看到他们这么的热心啊，当然我相信他们主要是因为他们被灌输，差不多好像被洗脑，把这些基督徒当作都是不得救的啊。而且他们，我不怀疑他们的动机哦，他们真的是用爱心，虽然他们传的是谬论啊，但是他们的爱心是很真实的，他们是真的要来抢救。所以这个要提醒我们，不要再做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我们真的，我们既然相信纯正的信仰，我们更加要有爱心，要更加有热心啊！这一方面应该是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啊。好，谢谢院长。那第三题呢，也许可能是来自东马的朋友哈，他问：目前东马是否已经受到异端很大的影响？他很担心啊。所以我想这个可以请张牧师，你来自东马，请你回答一下。好， OK， 像我刚刚所说的，早在三年前我们东马这里就已经有这个异端侵入了，所以这个其实现在呢是更是明显了，我深信已经升到很多的网络里面去了，大家特别小心检视一下您自己 Facebook 有没有加了这些的朋友啊，也帮助你的朋友当中如果有看见的话也帮助他们，那希望他们可以拉黑啊，并且删除。好的，谢谢谢谢。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有人特别想要问李院长啊，他说按照院长的想法，东方闪电的网络这个侵略的方式的出现带给教会有什么的反思？Yeah, 非常好，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我在课程室都会带出更多的反思。不过我想这个给我本身是一个很好，带来很大的反思，这个真的是激励我们，我们要更加的善用啊，包括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是万事不向效力，在这一次这个 MCO 限制令的时候，就促使我们，逼使我们，正如我在院信有写哈，这些危机应该把它转化成为契机，所以给我自己很大的一个反思，也激励我，所以感恩，很高兴星期六今天，还有我很期待接下来四次可以透过网络把纯正的信仰，而且把这些异端邪说的谬论能够传得更广啊，更远更深。是的是的，好，谢谢院长啊。那么也很多基督徒关心，他说请问基督徒是否有义务啊，要与他们来辩论这个真理啊，既然我们是在光的啊，那是否要来辩论，应该去教导他们甚至把他们救出来吗？那么请我们的嘉宾，你们可以尝试，谁要回答都可以啊。我这边来做一个回答。好的。好多的信徒或者是基督徒都希望做救世主啊，那都有一个希望可以把他拯救出来的这样的心。但是其实我们对于末世论或者对于圣经的权威可能都不是这么的没有那么的看重。那我们要恢复对圣经权威的看重，也要很清楚的，不但知道一些基本的教义，也要认识如何这个耶稣再来的时候
每一个经文它是怎样透过原文、特别是透过原文 来述说、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好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已经跟他谈了七次，他愿意和我们谈，不是因为他的心，这些人他心愿意回转，他愿意和我们谈是他会抛出更多他已经准备好了的问题来驳倒你，他不是要听答案，因为他已经有最 update 的答案。那我们要告诉他们的，如果你要跟他劝他，如果他是你身边的人，你要告诉他我们的圣经没有 outdate， 我们的圣经神的信仰还是新的，你只告诉他这一点就好。其余的他告诉你我有最 update 的救恩论，最 update 的这个神话语是什么，那他会不断有数不清的 update 的东西，那你跟他谈是没完没了了，所以要抓紧自己的根基。好的谢谢耶利米传道告诉我们回答。不懂还有没有其他嘉宾要补充吗？好的。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有提到，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啊，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也有中文标准的一本说，因为人们容忍不了健全的教育啊，打玻璃打汗，所以他们要找一些新鲜的东西，奇奇怪怪的东西，一些特别的师父很多的教师。所以在幕后的时候，真的魔鬼恶者也会兴起这帮人，所以我们怎样劝他，经过很多次他也不听，我们就暂时放弃他，是这样。好的，谢谢谢谢。那也有一些弟兄姐妹非常关心啊，他说如果有会有曾经进入了异端，那过后他们还可以成为基督徒吗？那么我想请牧者或者院长来回答都可以啊。我有香港的一些个案是我们不是神，我们不能够拒绝谁可以成为基督徒或者回转，我们不能够决定，只有耶稣。但是他能够真心悔改，教会可以接受他的。在中国很多教会或者是香港曾经离开过教会的半教的，就是去了异端然后又悔改回来的，他们仍然是会有，但是他已经失去了之前他们的侍奉岗位，他们是长老，之前是长老，现在是也是牧师，然后回来就不可以当那个职位了。因为呢他自己本身也有很多内幕 不敢公开出来他不想讲，他只是要作为一个平信徒，就是这样。好的，谢谢你们的回答。那么我们还会收到还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哈。我想今天晚上我们是不可能解答所有的问题，包括刚才李院长也说过了，有些神圣性的问题可能没有办法很短的时间来解答。所以最好呢如果你想要更多在神学上的探讨来解决问题的，请报名参加哈院长的四堂课，那一定帮助你更有效的完成。不过有一个问题是我必须看了我想也要发问的，我想他们才安心啊，就是好像你们走在前线啊，为我们在护教，甚至公开说出他这些异端他们的不是他们的谬论，所以弟兄姐妹就关心你们有没有受到威胁，有没有受到对付啊？请你们尝试回应一下哈，每一个都可以回应啊，谢谢。我做这个纪录片呢，我没有公开是我做了，但是李明安院长呢把我这个卧底的身份曝光了可能有一天李明安院长或者梁志光被消失了，被自杀了，我们不会自杀的，但是没关系，神会兴起很多人继续保护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宗派，神会兴起你，可能就是你，还有很多李明安，还有很多梁志光，我跟你说，因为我们所信的是真神耶稣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Amen。 好，这就是护教的精神哈，我们要感谢上帝。还有没有其他的嘉宾要回应呢？
这边有一个简单的回应。当我在 Facebook 开始公开说我拒绝这个东方闪电或者开始揭发他的时候，他们开始 private message 我，然后写一些辱骂我的话，比如说你是魔鬼之类的 message。 那但是我想说，上帝会纪念一切为义受逼迫的基督徒。可能你在公开对抗他，或者公开把他介入在你的教会当中，那可能你会面临像我一样可能被打，然后受伤。但是借着这样的事情，反而我们自己的教会现在更加看重圣经，更加高举圣经，所以一切的逼迫都是值得的。好的，感谢主，阿门哈。好，那么我来到尾声了，在总结的时候，我想把时间留给院长来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啊，我们就请李院长。谢谢，谢谢。那我想我们这一次办这个线上有关警防极端抵挡异端的分享会，我想我们基本的那个精神，我们的信念呢，我是愿意用以下的这个 PPT 哈，来把它带出来。因为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也说，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必须要把纯正的信仰，特别是合乎圣经的信仰，把它讲出来。那我想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信念是我一直来所持守的。那因为在基要的信仰，我们必须一致的。那所谓这个基要的信仰，就是跟我们的救恩有直接关系的信仰，意思说在这些信仰上如果有偏差的话，就直接影响我们的救恩，就是有关我们得不得救。所以有关生死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妥协的。那为这一次我们特别要针对这个东方闪电全能神呢，因为他们就是在基要信仰上产生很大的问题。那比如说三一论、基督论、圣经论啊、神救恩论，那我想这些我们一定要必须一致，不能妥协。不过如果跟这一个救恩有直接关系的教信仰没有直接联系，我就称这个为非基要信仰，是 non-essential， 可以有 diversity， 意思说可以有分别。所以我们感谢主，虽然上帝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宗派，但是我们在正道上是同归于尽的。我们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特色，但是我们可以有分别。我们是在主的真上，我们是同一个身体，同一个指望啊。那不过很重要的就是在一切事上，我们一定要以爱相待。那一般在它的主要原文呢，是 in all things charity， charity， charity 就是爱。不过更重要的，按照圣经所说，最重要的就是爱。所以我们真的盼望我们这一次的分享会，那这整次接下去的四次的讲座，我们不是要增加那对东方闪电或者全能神那一种的抵制或者仇恨。其实这也是上帝感动我写这一本书，出版这一本书，就提醒我们，我们要自己自鄙，我们不是要鄙视他们，不按照圣经说，我们不要被恶所胜，我们不要以恶胜恶，我们要以善或者以爱胜恶。所以我盼望我们对他们多一点了解，就不但激励我们自己要更爱主，更热心传福音，更渴慕上帝的话语，同时我也呼吁大家，我们要用主的爱，我们更加的彼此相爱，彼此合一。我们也要主的爱来
纪念这一些被这些异端邪说，因为我们要必须知道真正的仇敌不是这一些闪电的信徒，不是受他们影响的。我们知道真正的仇敌按照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就是那个幽暗掌管幽暗世界的那个恶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走这个原则，我相信我们就可以在这道上同归于一。我们爱心说诚实话，把纯正的信仰能够持守，能够分享传扬出来。愿主帮助我们，期待我们接下去的四次的讲座能够帮助我们更能够做到这一点。愿主赐福大家，也谢谢我们的几位很宝贵的同工团队，谢谢。好，再次谢谢李明安院长给我们做出这个总结。那么再次要谢谢所有线上来自世界各地，包括马来西亚各地的所有朋友们，或者主内弟兄姐妹、同工们、牧者们，谢谢你们的支持和出席和参与。那么记得我们这个线上的这个交流会还是有录音录影，因此呢，你们可以继续重播或者介绍给其他的人来观赏啊。那么我再次做个简单的报告，就是如果你还没有报名，那有关接下来的四堂课，我请你尽快的报名。刚才说至少有800人报名了，那是非常棒的，愿你能够从这四堂课里面得到祝福和帮助。那么我们要谢谢在我们除了四位今天的嘉宾们李院长，还有梁传道啊、张牧师、耶利米传道，我们要谢谢在后方工作的那些，特别是有一群为我们在祷告的人啊，团队有神学院的老师，有校友们，他们在祷告啊，我们感恩他们的参与，还有配搭的团队成员都在里面，我们要谢谢他们每一位。这时候我们就请马圣的老师杨克聪老师来为我们做结束祷告以及祝福。我们请杨克聪老师。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谢谢您，因为透过您所赐下的圣经，让我们知道末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不至于惊慌。我们也知道该如何分辨，并且以你的道来抵挡异端。天父们也感谢您，因为借着圣灵的内住给了我们印证，因为圣灵与我们的心一同的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愿属神的子民都能够坚定的屹立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赐我们的宝贵应许上。我们感谢神再次提醒我们身为基督徒的责任，就是要认真的，也要勤奋的来研读你的话语，以致透过神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来的功效，我们得以在自见的同时也能成为真理的建造跟守护者。我们也愿主保守你的子民，保守你的教会，在今后的日子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并且热心的传扬你的圣名。我们也愿主使在迷途中的人能够转向你，因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谢谢主，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阿们。阿们。阿们。好，谢谢，谢谢大家，晚安。谢谢。